好，我是柯淑琴。我在这部戏里头，我饰演的是女主角的母亲，我的名字叫丽霞小姐。那这位太太呢，可能有过分的怀疑症候群，然后对人的不信任，她的情绪有点失控，比较不懂得整理自己的情绪。你们父女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要骗我？这个为人母、为人妻的一个心境，毕竟要把一个家庭好好的维持下去，到终老是很辛苦的。你有想过跟爸爸离婚吗？要分开很容易，但是选择在一起一辈子比什么都难。你不再信任的时候，其实你的世界是瓦解的。那我要问芭拉的问题。我是泡面，我觉得我会是什么口味？是不是？对，麻辣。那我可以泡你吗？那你可以接受自己女儿几岁发生这样的关系？如果说你有女儿的话，我有女儿啊，对不对？那可以接受自己几岁？高中吧。高中可以，为什么？反正总是会有第一次。早来就够了啦，我觉得高中够了，现在孩子那么的早熟，其实高中就应该可以接受这样的第一次的性行为。那你说我们那个年代当然就是比较羞涩的年代，到大学都可以。现在我觉得高中吧，高中成熟了也懂了，其实最主要是保护，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了。